睡醒的时候万一身边带个陌生人，什么感觉？很毛吧。一名女网友在脸书分享自己的遭遇，她说搭 Uber 遇到怪叔叔。这名女子有天下班后叫来 Uber 准备搭车回家，上车后她告诉驾驶目的地，驾驶很 OK 的说好，女生因为上班有点累，没多久就睡着了。等她醒来发现车子竟停在路边，驾驶呢？驾驶就坐在她旁边，吓得她赶紧下车返家。女网友回家后先检查自己的包包跟衣服，幸好没有短少，但这个时候驾驶传来简讯，竟然是女网友靠着车门睡觉的照片。天哪，驾驶趁她睡着时拍的，她到底想干嘛？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。网友正反意见都有，有人觉得驾驶这样的行径不可取，跟你又不熟，不过也有人同情驾驶，因为女乘客把驾驶的照片公开，恐怕害她被网友公审。